郭京飞，中国大陆话剧、影视演员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。2006年凭借主演的话剧《柠檬》获得第十届左映话剧艺术奖最佳新人。2009年因话剧《罗密欧与祝英台》获得第十九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。郭京飞内搭一件黑色的衬衫，外面搭配上一件灰色和棕色相间的皮夹克，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裤，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靴子，脸如雕刻般五官分明，有棱有角的脸俊美异常，外表看起来好像放荡不羁，但眼里不经意流露出的金光让人不敢小看。郭京飞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，下身穿着一条棕色的裤子，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皮鞋，双手插兜，眉宇间透露着时尚的气息，光洁白皙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，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色泽。郭京飞的这身搭配十分的休闲和时尚，上身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，下身穿着一件蓝色的牛仔裤，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平底鞋，头上戴着一顶棕色的贝雷帽，样子十分的帅气。郭京飞的这身搭配青春帅气，内搭一件白色的短袖，外面搭配上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，下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西裤，头发黑玉般有淡淡的光泽，脖梗处的肌肤细致如美瓷。郭京飞穿上西装的样子十分的霸气，有一种霸道总裁的感觉，修长高大却不粗犷的身材，宛若黑夜中的鹰，冷傲孤清却又帅气逼人，孑然独立兼散发的是傲视天地的强势。郭京飞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半袖，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裤，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的运动鞋，黑亮垂直的发斜飞的英挺剑眉，细长蕴藏着锐利的黑眸，纤薄轻敏的唇，棱角分明的轮廓，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势。你们喜欢帅气的郭京飞的时尚搭配吗？欢迎在评论区下告诉小编。